全马参与的大法会，一个大忏悔的道场，一项净化人心的心灵工程，海外首次四面舞台呈现现代读经新思维，2015大马法譬如水经藏演绎。上善若水，水能洗涤污垢，滋养万物，且谦卑柔顺，海纳百川。当一粒种子得到滋养，萌芽于大地，生命的力量最终会造就一生无量绿满天涯的神奇。如同一粒种子的萌芽，2011年慈济马来西亚雪龙峰会执行长简慈禄带领志工前往台湾观看法譬如水经藏演绎，随即马来西亚经藏演绎也开始在酝酿中萌芽。我们预计明年2015年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水忏演绎。那我们的目标呢，还是一定的，就是要大忏悔成斋戒。2014年6月，法譬如水经藏演绎读书会正式启动。这一首偈颂其实就是讲，我们要如何在修行的当中来开阔自己的那一个心境。我们造业体能不差呢。以德待人，以法教心，这些先行入经藏者担负着传法护法的责任，他们有一个名字叫法义种子。上人一直担心志工没有入法，那入法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宇宙真理，找回清净的那一颗心，我们的佛性，你就是很真实的去面对经文的每一字句，到底我犯了没有，我是不是也是欲望生无底？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坚定性，来把我们这一些坏的习气改过。我最高只有一个月大概有撞车9次吧，所以我是觉得很忏悔。团队共修的力量也彼此激荡，妥白交心啊，他就说出来了以后呢，他其实也影响很多人，勇于发露忏悔。建立忏悔道场，这也是正言上人40多年前的心愿。他期许人人入佛法，推动斋戒素食，心入忏，多反省，将正法传遍世界。所以忏的故事呢，来自于布达国师的真实故事。那这位布达国师啊，十世以前的结下的冤已仇。一个月2次的读书会，让患皮肤癌的杨翠丽了悟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戒慎虔诚，用正法的力量让自己度过生命中的难关。就是躺在那个手术床上啊，就一直跟自己讲啊，我要平静坦然地面对，我要接受，只要我诚心忏悔，这样子我就可以度过。因为之前我是很喜欢吃肉的，鸡腿尤其是，然后我的同事也会笑我了，一定前世跟鸡有仇了。然后现在病了啊，就好像是自己的双腿啊，就是以前喜欢吃鸡肉，现在就这样子了，怎么可以给人家那个咯啊？是很反省啊，我反省，我跟自己说啊，要开始吃素，我不要吃杀生了。在法譬如水经藏演绎中，有一群实业家入经藏承担鼓队。马来西亚著名击鼓艺术家吴胜行初次见到这群老板学生，不免信心不足。其实说不担心是骗你们的。不过有大家的发愿，我觉得这样子也比较好嘛，大家见证这样子的。从第一天大家一起集合。我还记得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40多个人嘛，那我们的教练是先叫我们做暖身操，才发现到大家身体有很多问题了，就是很僵硬啊。
屁股啊，在下啊，挣不下去，手也拿不上来，几乎很多人手这样不能够提起来了。很多都是到这里而已。为了让演艺志工们早点有舞台感，承担舞台组的志工们用智慧出钱又出力，在静思堂内搭建了一个模拟舞台。录金帐菩萨可以有更好，有更具体的可以去掌握说，原来舞台是这样。虽然是模拟舞台，可是它的架构安全还是我们第一个考量。我们回台见上人报告整个进度的时候，我们几个在火车上谈起这个东西，那时候天一那时候就很可爱，国才师兄，等下你见到上人，你去讲这句话，我们要演四面舞台。那我听到这个，我讲拜托你不要推我出来，我讲顺服可以，我讲顺服可以讲，他讲话比较圆融，顺服你去讲。上人也好像了解、看穿我们那种心情，上人就很轻的讲。你们演两面舞台，为什么不演不做四面呢？那时候我们几个都手你动我，我动你，因为上人好像听到我们的愿嘛。这是一群实业家，大部分是慈济志工、静思弟子，他们因为进入慈济而由迷转悟，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今天我来到慈济，我认识了一班非常有正能量的师兄师姐。真的改变了我，我在慈济学到的，就是在这个水忏里面非常棒，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无知。正因为感受到了那份法喜，他们希望透过水忏，让更多人像他们一样，因为觉悟而忏悔，因为忏悔而改过，因为改过而家庭幸福，社会祥和。今天他们为了水忏演艺所需的资金，纷纷献上一份力量，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款项是为了建设一项工程，一个在当今社会越发紧急和需要的，走在灾难前面防微杜渐的工程，那就是人心工程。这些马来西亚艺人活跃在影视剧的屏幕上，刘全胜，送给你的，不要生气哦。两年前参加过慈济岁末祝福演出而了解慈济，作为京藏演艺艺人的总召集人，他召集了30多位艺人，以志工身份义务参加《法譬如水》京藏演艺。吕爱琼，6折就6折，明天见的，等你电话，慢走啊。方叔，如果找到一个能够照顾你的人，你就跟他走吧。林逸婷，强，阿妈等你回来。蔡美祥，阿爸，张永华，搞这么多事情出来，为了什么？陈佩江。现在经济不景气，不想点心血头啊，哪赚得到钱？林冰冰，妈妈，霓虹在发光，脚步无力。舞台剧不同于影视剧，接下来的挑战，除了时间方面，还有很多在等待着他们。《如水寄送》是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执行长王端正执笔，邀请专业作曲团队谱曲，将佛典慈悲三昧水忏微妙的法理化成简明易懂的词曲，编成音乐手语剧，借手语动作、妙音肢体及唱诵经文，带动身口意入京藏。都是口唱山人，下一次我们不要再
犯这个口业，下一次我不要骂那个人，对不对？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动作叫做狐狸，狐狸，我们这个手语这个通常叫人，所以呢，有人去骗他，就是欺骗的意思。在二十几年前，慈济就慢慢的，因为发觉有时候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有些会听不懂，可能聋哑朋友，所以就希望说借由因为这样歌曲的学习，每一个师兄姐有一个基础，在跟聋哑朋友对话比较没有障碍。中南马共4902名入京藏手语志工，他们有慈济志工、会员大德、社区民众、慈济仁医会医生和实业家。年龄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对一些老菩萨来说，排练对体力和记忆力都是一个挑战，他们却欢喜把握因缘，克服万难，也要在有生之年参与这难得的京藏演绎。所以我们的宗师很优秀，他有的为了让一些菩萨他不懂中文的人，他怎么让他去理解，他有他的一个方式来解说，还有甚至于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让他记得。华严经中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人们的心就像一个画家，可以做坏事，也可以用这颗心去创造一片人间净土。由实业家和医生们组成的工画师，用肢体语言告诉大家一个万法唯心造的道理。由慈青慈少组成的肢体组演绎一场善和恶的拔河，不是专业演员的他们观看 DVD 影片，用业余时间自学自练。随着演绎日期的临近，鼓队的排练也由每周一次增加到三次、四次、五次。我们这27个人真的是很齐心、很合力。我常常问有朋友说，你们打鼓有什么秘诀？我说就是一个和，要和。这个是一个三。不能师傅，我不能改我这边的，就是因为哈，我的队形已经要站到上面这边来了。我们要台湾要知道那个 timing， 上到完是汽车是多少时间多少秒？回到吉隆坡，那时候我们几个才来飙冷汗，四面舞台所面对的那些工程啊、技术啦、啊。参与班的上下呢，还有等等的那些技术问题，我们会面对一个挑战。四面舞台的建设进入倒计时，舞台组志工与承制商不断敲定细节。每面舞台504位演艺志工，安全稳固永远是第一考量。这个是只许成功不能够失败的。台湾水忏总策划吕慈月带着策划团队一行九人来马来西亚验收指导。为什么演慈悲三昧水忏，大家都要斋戒，大家都要读书会？我们不是来演戏，我们是要来说法，要来传法，要把这样的经文，要把这样的经藏，我们透过我们的肢体要讲出去，那我们唯有先清净己身，我们唯有自己改变了以后，自己感受到你出来的肢体才能感人。夜阑长空灿烂，星点点，他们来到的时候一句一句 take 给我们，每一句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那个意义，我们了解深入之后才觉得真的我们就是学得太少，我们应该更加辛苦一点。当天夜里，演艺职工们连夜排练，三天的密集指导让整个水忏京藏演绎上了一个台阶。第一次联合彩排，演员们和肢体组、手语组志工们同台演绎。练习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么多人唱的，
然后一听到那种涌着你耳朵来的时候，然后也会感觉到真是忏悔，是很自然。我们是很专业，可是我们不够他们那个心，他们的心感动到我。他们不专业，可是他们做比我们还好很多。所以刚才我忏悔是因为我为什么当初我想过要退出。我们在医院唱歌，那些病患家属跟病人他们掉下眼泪来。有人在我的 blog 留言说，他长期病患十几年来，他觉得很痛苦，可是今天意外来碰到您在医院唱歌，他说这是人生非常美妙的事，他期待下次见到我，这比我赚再多钱我都觉得有价值跟有意义。台湾指导老师一行既是演员也是慈济志工，他们和大马演员之间以诚与情互动，大马演员们也打开心胸，分享各自内心深处的故事，在一片信任的交集中得以释怀。当天，大马慈济义联会也应运而生，演员们纷纷报名。6月26日，京藏演艺舞台组进驻体育馆。对于协调组职工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由于职工们都入京藏参加演艺，工作人员大幅减少。上人每次教我们说有艳就有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艳力，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在多年后回到马来西亚做海外第一场完整的四面舞台，我觉得意义重大。大爱电视台给予技术方面鼎力支持。玉佛台派上用场，做供佛台数量正好，上面用稻苗做装饰，结束后再送回培育基地继续生长。这片忏悔庵的经布使用了将近5年，在台湾、新加坡演绎过，又传到马来西亚。舞台组组长朱国才母亲往生告别仪式刚结束，便立刻投入京藏演艺筹备工作。所有的供能菩萨都是在演艺，我们都是其中一位小小螺丝，我们扮演好我们当下那个职责，我们也是在演绎。交通组组长于志如岳母往生后第二天还是来到静思堂，如期召开交通组会议，和志工们为每天200多辆巴士、2000多辆小车规划最佳的动线，筹划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备案，周到安全地接送参加法会的会众。4场演绎、2场总彩作为加演向观众开放，6万多观众来自社会各界、海内外的贵宾云集马来西亚，一场灵山大法会在筹备一年后正式演绎。把我的所有腰训都放下，我已经很
雅芬很荣幸，经过四年以后，那种内心的触动，也是不忘当初。那我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水灿，让马来西亚的会众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醒思，学会醒思。那我们很希望用这种新的方式，可以接引很多年轻人。期待这股净化人心、祥和之气，能使马来西亚的社会安定，国家进步。扣人心弦的大法会 spectacular and awesome to bring arou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cleanse the mind at that moment 到今天为止呢所看到的最殊胜最突出的一场金藏演绎非常灵巧的透过艺术透过手语透过故事 种种的拍摄很深入浅出的表达我觉得来的人都会受益无穷非常整齐的动作他们那个表情也非常的丰富可以感觉到是由心而发来到这边呢慢慢可以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我非常感动的其实就是上人这个上人的慈悲救济的精神找对了一个很正确的方法来弘扬佛法匡正人心